后了呢？去法庭，证人和他的父母翻供，到了公司，又遇到一个不良摄影上司，还被公司打，马上就升。重点是，还被一个小屁孩跟了，简直太恶心了。不行。我不能再继续颓废下去，我要嗨起来。加油，林欣然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好开心啊！